在烧，烧成灰要多好，叫思念不要吵。红颜薄命嘛，炫。我是跟我男朋友交往差不多五个月，然后我在我认识他之前，我就知道他可能比较喜欢去应酬之类的。哎呦，然后我也是觉得说，就我认识他之前，他就是这种人了。那我就觉得说，那你去都可以，可是你一定要跟我说你在哪里。可是对，就被我抓过很多次，他都没有跟我讲，所以我就在他手机里面下载那个定位系统。要求哎，要求哎呦哎呀 ，GPS 太恐怖了！我跟你讲哈，个人隐私那一行，然后里面全部你要关掉，对，一个都不要留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教学？有时候它会自动打开哦，要赶快关掉。自动你要特别注意哦，而且还可以，各位，我今天不能教你们。可以远端遥控，对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觉得哈，我觉得对男朋友用这个，你得干脆在他身上打晶片算。对啊，就是有一只手机被定位那只要一直放在图书馆，另外一只要接通。哎呀，漂亮！你们这些臭男生，我怪不得节目老男人看的好多。对了，这个男性的观众很重要嘛？你自己哈，你明知道他的定位，你故意给他定位，你摆在哪里？内湖，你比如摆来来豆浆店，哎呦，哦，啊，跟那老板喝一整天，当然一整天，女生也不要这样傻傻的。连关刚哦，啊，你自己就不能够说溜嘴哦，你是在喝酒，你们啊，我就在喝豆浆啊，那完蛋，不行，不能再讲，不能再讲了，因为很多女性观众会跟着在流失当中，我都摆在柜台那一边，是哦，啊，这样关静音。我跟你讲，我都摆电话不能关。我都摆那，你知道？摆那，我拜托一个计程车司机帮我一直在这样。哎呦，哇塞，就很忙呀，就播音通告跑来跑去。没关系啦，反正的哈，好吧，那个云云还有雪恩，后面这位保证让你们开心的，绝对，这个好笑，一起来欢迎豆妹军团来。哪一位豆妹军团？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到底是哪一位？哎呦，张立东，立东，立东。立冬最近的表现越来越好，而且你算是女人缘很好那一种。真的吗？你有韩国 feel 你自己都不知道。韩风现在流行单眼皮，单眼皮。我听话，他们说我像许建国。谁是许建国？许建国一个前主播了，主播。这个很多女孩子会觉得是一种可靠嘛，有没有？然后男朋友找太帅的容易跑掉，找这种他不容易跑。所以要单眼皮就对了。好，那我 OK 啊，我 OK 啊。哦，好酸哦！哎呦，双眼皮，超可靠，内双内双哦，又双回来嘞，又双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你要带来什么，让一个女孩子开心？我要带来大家还没有发现我的那一面哦，就是我的歌声。你好好加油，好吧？张立东的表演来。失恋已经很煎熬了，张立东这次还要演唱煎熬版的煎熬。心一跳，
觉。都没笑。助跑。最高喽。星星星星一条，爱就开始煎熬。当中有一位笑得最灿烂，你可以跟他接吻作为回报，太棒，也就是我们的武棍阿伯。像话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喂，哎，我们立冬啊，我们是要让大家开心，结果你。对啊，在那里，而且你 key 也没有变高，只是唱比较大声。对啊，你是站得比较高一点。来来来，魏如魏如，这个就很煎熬，看了之后就更煎熬了。对，然后他一格一格一格上去。对，但是还蛮有创意的，是。但是我觉得女生在失恋的时候听到这么煎熬的歌，反而会更难过。对，你反而是低低沉的，嗯，慢慢低低低，声音很低的唱，他反而能够感动。谁一个人，你不是陪着他欢乐。嗯，陪着欢乐并不重要，你是要陪着他悲伤，对，陪着他度过这个时间。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。哎，你看，你有感觉的，有感觉。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哇，你是怎样起鸡皮疙瘩的孤独？有感觉。拿着，他变丧尸了。唱就太多了啦，正好要唱。哎，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唯如我刚刚讲的对不对？真的，重点是陪着你。没错，陪着一起悲伤。陪伴。立冬还不错，拿了7分。哎呦，谁拿了分？功力跟武棍阿贝是一样的，好吧？同等同等。来，两位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